咧，我哋都知道，咦，其實有好多人咧都會覺得啊，如果我哋即係有一個好即係新嘅諗法，新嘅做生意嘅諗法，新嘅產品，新嘅接觸客户嘅方法，佢哋可能有好好嘅諗法，但係佢哋未必有足夠嘅資金，或者佢哋冇足夠嘅經驗。或者他們沒有足夠的資源或者是那個 knowledge 去做這件事，所以呢今次香港商會就希望透過這個的初創培訓計劃呢，是可以幫到這些朋友手，他們可以 access 到拿到資金，他們直接跟剛才 Eric 說了，直接跟那些的 investor 去 pitch， 去介紹給他們知道他的產品，他們的服務，告訴他們知道為什麼我需要這些的資金。我們除了這些資金，除了那個 investor 除了可以給到資金之外，還可以分享他們的經驗，還可以呢告訴他們知道，咦，其實有些東西因為有一些方法是可以做得好一點。